方向，遇见了晨光，向前往。浙大浙界，总会有一些汗水闪着光流淌，总会给城市带来无尽的能量。在这里勇敢驻扎，每一笔都画出未来的模样，每颗心融入创造，直到城市的美好因你而到。间流淌，思绪徜徉，无数的月光值得回望，总会听见每一声清脆的声响，总会看到那拔地而起的梦想。在这里用爱铸造，每一滴都画出未来的模样，每颗心融入创造，直到城市的美好因你而到。这里起航，大地无价，设定目标，计划远方。在这里用爱铸造，每一笔都画出未来。亚运体育建筑设计，它是体育建筑的专业性和大众性的高度平衡。未来的亚运一定是充满烟火味的亚运。我认为这一届的亚运会，我们强烈地表达了超越科学技术的文化性和可持续性。亚运体育建筑不仅是亚运健儿竞技的舞台，更是体现江南特色杭州韵味的精神地标。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作为一个国企大院，作为一个高校的大院，我们在亚运会各个场馆的建设中间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奉献着我们最专业的精神。我们希望2023年的亚运会是一场成功，能够充分展示杭州人、展示浙江人、展示浙大设计院人的风采的一场精彩的赛会。未来的模样，每颗心每颗情融入创造，直到城市